匈牙利在工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，尤其是在汽车制造和电子光学制品方面，匈牙利逐渐崭露头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中国与匈牙利合作的深入，两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。中国的汽车品牌在匈牙利设立工厂，推动了当地汽车制造业的飞速发展。如今，匈牙利汽车制造业已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，其出口占比更是高达90%，为匈牙利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。
此外，匈牙利还积极吸引外国投资，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驻匈牙利，该国的工业体系不断完善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。这不仅为匈牙利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，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。匈牙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欧洲国家，却拥有一套颇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，其健全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欧洲的发达国家。在医疗保障上，匈牙利每年都会将 GDP 的 7.3% 投入其中，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。更令人喜的养老制度，年满62岁的居民便可享受养老金，而政府更是设定了最低保障线，为老年人提供了有力的生活保障。在消费水平上，匈牙利的房价和物价相对较低，使得生活成本大大降低。尽管人均税后工资约为5000至6000人民币，但居民们依然能够过得上舒适的生活。